珠海素有耗材之都的美誉，珠海研发和生产的打印耗材产品占据全球市场的重要份额，天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作为全球最大的兼容与再生打印耗材品牌，目前天威在全球的销售网点遍及全球六大洲的150多个国家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跟随着天威集团欧洲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Tony 米尔斯一起到英国去看看。托尼·米尔斯加入天威欧洲分公司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，也见证着天威欧洲分公司一步步发展壮大。今年是天威欧洲分公司成立的21周年，这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。在过去的一年内，天威欧洲分公司的销售增长了30%，新客户的数量也在快速增长中。作为一家打印耗材企业，要想在欧美市场分得一杯羹并不容易。然而天威不仅成功进军欧美市场，而且市场份额逐年上升，凭借的是天威拥有自主研发的专利。截至目前，天威拥有超过2600多项自主专利技术。一直以来，天威最核心的价值就是知识产权。天威依赖的是创新和诚信的发展理念，并会一直延续。天威欧洲分公司还成功利用海外仓及当地物流资源，满足了天威产品在欧洲区域95%以上的供货需求，并实现效益最大化。除了英国，天威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“一带一路”朋友圈市场中。近几年，天威在德国、波兰、立陶宛、印度尼西亚等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市场占有率逐年增加，部分国家市场占有率高达30%。天威表示，他们将从线上线下多种方式来加大对相关市场的开拓，进一步完善产品及售后服务体系，健全销售网络，为企业开拓市场赢得先机。中央台记者翁静丽报道。